西站是，勇敢直前，哒哒哒哒哒哇，小乖的从山上掉下来，呜，哦，又在冲了，哇、哦！一德德在过加油站，在过那个铁桥，哇，要上桥了，哇，要冲下去撞到小乖的车车啦！啊，全部翻车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重新走那里，小乖哥跟大乖撞在一起啦！你别紧张。Mr. Brown 也在出这个胶囊咖啡，太慢了啦！人家雀巢已经卖全世界了。一颗胶囊咖啡救了雀巢。现在啊，我上次在香港看到，他有一个牌子啊，很厉害，他出了咖啡机，然后不管你是雀巢的还是什么的，胶囊全部都可以用。那个牌子很厉害。他就说你不用再被咖啡机绑定口味，不管是雀巢还是什么，他在当场那边放了一堆各种牌子的胶囊，当场试着喷。这里会被连接车撞到，不是会撞到我的。那你说我那边是风干车吧？这里从那里开动，有在不行撞到我的车，知道吗？有一点。重新。